为什么不要他带我？是猴子！出身高，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，都是黑风怪好弄把戏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我此刻心急如焚。虽不知阁下，我此刻心急如焚。
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哎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继承天命，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。
Thank you.
僧法明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蟒一蛇两只妖怪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
小小蛇妖乌果儿，蛇胆用来泡脚倒是清热解毒的佳品。来来来，小老弟，里面请，里面瞧瞧瞧，你这模样多半论辈分，你们都得叫我声祖宗。不过算了，谁让我被贬了呢？可有？下回试试，一气猛喝几口，没用。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小师父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善若不施，恶则不成。小生劝你再思量思量。不惑无门，
射的。如此苦苦相逼，便怪不得小生现出本相。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骨数常在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。求的吗？中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
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明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光之，光眸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